不想你。等到春天的风缓缓吹来，所有的花开都为你。等到夏天的雨落在黄昏，浪漫刚好不期而遇。等到秋天的夜枯黄落去，爱都写成了诗句。等到冬天的雪能和我一起，淋雪白头的还是你。我是涛涛，这一次给大家带来的原创作品《朝夕四季》属于当代舞甜美风啊，可以我们跳的时候可以带上你们美丽的笑容。好，我们这一节课的我们这个舞蹈的分解以背面的形式给大家讲啊，正面一点，后面五点啊，然后我们准备位面对三点，手在二点方向，回头看一点，一二三四不动，然后五六的时候出脚，出左脚。双手背从前往后展胸，好，七八的时候吐气，手往下抢半拍，先拎，然后第二个八拍
身体转向后方五点方向，看左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的时候吐气下来，五回头并脚，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一出手，二、三、四，这是前奏。好，然后开始唱歌部分，回头并右脚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哒、七、八、二、二，转身云手，三，第四拍要吐气，四，然后五二点，六、七、八、三、二。打三四展胸，五六右手做盘腕，七然后回手回身，八立圆展胸，二三四跳转，五六七八上右脚，五六七八，一二转吐，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，立推前跑一点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，二，展胸，四，五，六，七，八，到这第一段结束，接剑走，走，一，二，三，盘腕，五，六，七，八，二，二，收，三。四，好，这间奏结束，第二个段第一部分走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翻身，二二小柔球，三四转身，五跳转，七八回迈步，七八，然后这里重复副歌的前两个八拍，七，走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七，八，二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七，回，从这里开始不一样，然后走穿模，三。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，最后结束，五六七八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先说一下舞蹈当中的几个难点啊，难点都在转的动作。来，我们第一个，跳到这儿，不是这里盖完以后，哒，这个转身怎么转啊？你看落地的时候，重心要推到左脚，然后右脚半脚尖立起来，转一个，然后再蹲啊，有一个起伏。哒，你看蹲立蹲。起，啊，这是第一个难点的地方，啊，我们这个动作来一次，到这儿，走，一，二，搭，三，四，啊，这是第一个的难点。好，第二个难点就是我们原地的转加这个跳，啊，原地的转我们从哪里开始？第二段的，我们这个小柔球下来以后，这个转圈怎么转？好，先说手。左手要从远处画，右手直接拎，啊，我们左手要带动我们的身体去转，同时我们在小柔球的时候是往右边回了身，
然后这个时候腰和手同时发力，左手和腰同时向左边发力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的脚要注意一下，左脚大腿内侧要夹住，绷脚背啊，不能往外夹住，也就是我们擦前擦地的动作，保持这个姿态转啊，转到最后落地的时候才去落啊。你看，在转身的时候到这儿走哈，打开转，看到没？在我们整个转的过程，看脚一直是夹住的。好，快到的时候，这只脚才能拉开落地。落地完了以后，就接前面那个立蹲的转。好，这是第二个难点，念一次：七，回身，腰和手发力，落跳转。啊，这支舞其实就是这两个地方有一点点难点，你们下去可以慢慢练习一下。